么呀？最近玩得还开心吗？香菱、锅巴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放牛的现在可正在镜头上呢。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锅巴兄，就让你见识一下，经历了黄龙甲光烈烈大修行后，本大爷不是我和赤红一楚的实力，然后就要麻烦你教教我了，如何跟赤红一楚还有水晶岛八帮旋风这些假笑生物交流。等到我成为了斗虫界最有名望的强者，我就要在黄龙派的鬼斗虫本镇为你打造一座特大特威风的雕像。什么？这就是郭发兄自备的鬼斗虫吗？质感看起来很不一般，不像是正常鬼斗虫的甲壳，而是某种坚韧的木质材料。难道他穿上了装甲？姥姥听说了荒龙甲光烈烈斗虫大修行的前因后果，觉得郭爸可能收徒这件事很有意思，正好有位朋友给他制作了许多园艺机关，用来打理花坛里的霓裳花，名为花语夜月神机。花语夜月神机可以化形为各种动物，自然地融入环境，松鼠、蝴蝶、团雀都不在话下，当然也包括鬼斗虫。所以师父给了郭爸一个花语夜月神机，让他化形为鬼斗虫的模样，且来与你一战。真的只是园艺机关而已吗？香菱的师父是平姥姥，平姥姥的朋友，平姥姥的朋友。机关怎么可能模拟鬼斗虫的特点嘛？难道郭霸兄是想试探我们的实力，所以故意用了很弱的家伙来对阵？还是小心为妙，鬼王，我好像感知不到那只机关鬼斗虫的气息，或者说深不见底。机关又不是活的，你感觉不到气势很正常。虽说郭霸兄的确强得没边，但强者也需要趁手的武器和默契的伙伴，我和赤红一楚的组合可不是吃素的哦。开始对决吧，我会用接下来的一招一式向郭霸兄好好证明我们的实力。乐了，成功了，赢了！我和赤红一楚胜过了郭霸兄。接下来，我都要等不及了。希望郭霸兄能肯定我的实力，要教教我怎么和假象生物交流。明明被我小声一句，郭霸兄怎么好像更高兴了？难道说？是为我突飞猛进的实力而惊喜吗？这怎么好意思？不用这么夸我的，郭霸兄，都是郭霸兄太谦虚，使用了普普通通的机关。看样子郭霸觉得热身结束了，可以启用这台花语夜月神机的最大力道了。郭霸，我们就按照之前约定好的，把园艺机关的出力从千分之一调整到百分之一吧。再大的话，可能会把一斗先生的鬼斗虫直接打晕。果然，我一点也不意外呢。结果还真是深不见底。等等，慢着，千分之一，
个十百千千。别开玩笑了，刚才那种级别的力量只有千分之一的力道。噜噜噜，锅巴有点疑惑，你不是想训练鬼斗虫打败水晶岛帮帮旋风吗？毕竟体型的差距摆在这里嘛，花与夜月神机要搬开砂锅大小的石头肯定需要这么多力气，更别说比锅巴和我甚至比你个子还大的水晶岛帮帮旋风了。不可能，比刚才强两倍的对手还好说，强十倍就已经不是输多少次才能打赢的问题了，至于一千倍简直是在做梦。一种战术行不通的时候就要换个思路，我们在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常常灵活思考，只盯着一种方法做事的话再用力也解决不了问题。郭巴兄，我明白了，我要学习机关术，为赤红一出打造一套装甲，让他突破自己的上限，或者干脆制造一台由赤红一楚驾驶的更大的机关鬼斗虫，由我来指挥他操纵机关。鬼斗虫驾驶机关鬼斗虫，真的能办到这种事吗？还算是斗虫吗？见识到了花与夜月机关的力量后，我意识到了鬼斗虫的力量终究是有极限的。阿忍和玉将，尤其是破空白铁小醒瓜都提醒过我，认输很可耻，但一点都不知道变通的话，我们也太笨了。国宝兄为我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，用机关术强化鬼斗虫，这样一来就算有着超大的体型差距，本大爷的鬼斗虫也不会输给那只水晶岛帮帮旋风。噜噜噜，这方面的事锅巴好像完全不懂，机关术这一类的东西应该要托师傅问问那位朋友，看看他乐不乐意。那就麻烦锅巴兄、厨神小姐和大恩人引荐。老大，你也想在璃月留学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约定的时间到了，再不往港口赶过去，我们用最后的摩拉买到的船票就要报废了。你先等等，这边还在讨论很重要的事。我都听到了，你主动提出要学什么东西，我倒是挺欣慰的，这方面的经验我可以直接写一本小手册给你，可惜在璃月留学需要资金，比荒龙派平常的开销多出许多倍的资金，这笔钱你心里有数吗？大不了回道西以后好好做一段时间的工，又不是没有打过工挣过摩拉，我刚刚都说出那样的话了，当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只要多出点力，多少钱都挣得到。而且我也不打算抛下你和荒龙派的兄弟们不管，一个人跑老远去钻研学问还算个什么老大？要学就大家一起学，凑够所有人的学费，全花龙派一起来留学，一起变强，到时候我们就成了天下无敌的花龙派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漂亮话了？好，放牛的难得说出这种豪言壮语，你可要说到做到哦。嘿嘿，不过具体要做什么工，每天得挣多少钱，我还没仔细算过。既然如此，鬼王，我就留在璃月好了，一方面可以跟着厨神姐姐仔细询问学习机关术的事宜，另一方面荒龙甲光烈烈斗虫大修行刚刚被宣传开来，我可以考察更多斗虫强者，还有对培养鬼斗虫有益的食物。要是鬼王的左膀右臂殿下和破空白铁小锦瓜大人还想斗虫或复盘，我也可以在这里陪他们继续玩。好啊，正合我意，余将。那就按照惯例，我转告你的祖父，
让他不必担心。我很期待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你先说好啊，我也不敢打包票能说动那位仙人赐教，我和燕飞会尽力试试的，接下来就都看缘分了。那位大师掌握如此之强的技艺，再高傲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我也得替鬼王，替整个荒龙派表达诚心，所以我必须好好考察一下，献上什么样的礼物才能配得上制造着花语夜月神机的高强本领。再晚就来不及了，老大。没辙了。旅行者，派蒙，燕飞师姐，香菱小姐和郭霸先生，你们肯陪着老大举办这场斗虫大会，真是万分感谢。请收下这份谢礼，希望他能在你们之后的旅途中派上用场。哇，真的准备了礼物，哎呀，好细心。是时候道别了，我的挚友，破空白铁小警官，郭霸兄，楚神小姐，还有大恩人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乐乐乐乐乐，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，放牛的。有志其实好事，不过也不要操之过急哦，还是要多听听阿忍的意见，考虑现实情况，劳逸结合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你真的能做出超级大的鬼斗虫驾驶的机关鬼斗虫。